认识地方人物，关心地方事务，欢迎收看《地方人物志》，我是玉薇。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呢是双溪区的三港里，他是叶俊朗叶里长，而他这次也获得新北市的特优里长。而他除了是一位里长之外呢，他也是一位农友。而至于他是种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节目中再来好好的为您介绍。那我们欢迎三港里里长叶俊朗叶里长。你好，我是新北市双溪区三港里里长叶俊朗。那很恭喜里长今年获得这个特优里长的殊荣，那可不可以请里长先跟我们讲一下得到这个特优里长有什么样的感想？其实这个殊荣我自己感到很荣，但是呢我们双溪区的里长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努力，所以说能够 得到这份荣耀，其实我也觉得说很不好意思，每个同仁都是很努力在做那先请里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关这个三港里的地理位置啊，还有人口的部分，跟我们先做个简单的介绍。三港里的地理位置哈，位于在那个双溪区的东方啊，它东边哈紧邻共寮的澳底这边，西南方这边哈靠近哈牡丹跟那个双溪里，南方哈北方哈靠近那个新基里。所以你就本身是乡客人吗？本身就是乡客人，嗯，所以那你就是从小就是在这个双溪长大？哎，不对，哎。那你觉得说，就是双溪从你小时候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改变？双溪改变很多了，以前的双溪都是以矿业为主哈，或是农业为主。现在哈，因为矿业已经没落，又改为农业。农业部分哈，大部分都是以桂竹笋啊、绿竹笋，还有山药，最主要还是以山药为主。那里长，你当初怎么会想说要做当这个里长？请问一下，当里长有多久的时间？我目前当里长有五年的时间了，也是第二届哈。之前呢，我是在基隆中船上班，因为优退哈，回到双溪哈，对农业有一种兴趣，所以才开始从事农业。他当了三届的农会的会员代表哈，后来因为地方耆老一直鼓励说哈，年轻一辈要有一个传承，所以说哈啊才开始哈选这个里长哈，当这个里长已经第二届了哈。那你觉得说当里长这个感觉怎么样？毕竟你是等于算是从新北市升格之后开始任这个里长的部分。是以前哈，我们的里长哈，我们的村长哈，已经有七届的当过七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村长哈。在硬体方面哈，他等于说哈，前人种树啊，我们后人哦乘凉啊。后来我当里长，我最主要哈，还是觉得说里哈应该是对外视野要宽阔哈，所以说在文化啦或是活动上哈，我比较注重这个活动的推广哈，按农业方面，我们还是以哈当地的那个栽种，就是山药与竹笋哈为一个重心。那就是说当初来出来选里长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家里的人就是有没有去支持或是反对？因为当初哈，我已经在农会已经有三届的那个代表时间了哈。所以说，在我当初想出来选里长的当里长的时候，哈，家人尤其是我父亲是很鼓励说，哈，我出来为地方哈来服务，因为三港里哈，以最主要的就是人口老化很严重，啊，少年啊转来足少的，我拄转来的时阵嘛，感觉足孤单的，因为三港的伊总人口数哈嘛是差不多400外，但是住的三港里的哈。唔加差不多一两百个尔，所以讲吼，少年仔要转来吼，要经营足困难的。所以讲转来迄当阵，一方面吼，迄个地方的耆老吼，一直鼓励吼，啊，叫我讲吼，啊，你着少年吼，啊，你着转来遮吼，啊，会当吼服务吼，即个所在尽量服务，啊嘛，敢来讲吼，啊，船长已经七届啊，有一个传承，吼，啊，开始吼，我才行出这个里长的路，啊，这个路吼，行起来，讲起来吼，对我的个性嘛是吼，有一种真大的负担啦吼，因为个性吼就较黏吼，啊，所以讲，
这个做里长这条路对我来讲吼，但是有这时代，你甲鼓励，你甲迄落斗三工，啊，佮吼，阮迄个尾啊陆续转来一挂吼，迄个三港村联谊会，再兄弟啊斗三工吼，才有法度建立一个团队，讲吼来建设这个三港里。嗯，那当初是要做里长之前，敢有做甚物准备？因为你这个时阵就伫咧农会做代表嘛，啊，伫咧农会做代表，主要是做啥物款的？甲你这里长诶，这个方面服务民众方面，是不是有一点类似？嗯，农会代表期间哦，因为迄当阵我阁有操迄个伫做台电的操电表的工课，啊，因为操电表的工课吼，是大家小行弄透，嗯，所以讲规个商家一个吼，也是讲。三港里的一个整个那个，迄个面对一个迄个居民吼，会使讲吼，啊两个月就拄了一摆啊，所以讲吼，迄个建立起来一个人际关系吼，就已经有啊。所以讲吼，做里长的时阵吼，除了讲吼，在里面的一个鼓励之外，啊厝的吼啊不哩支持讲吼，啊我应该是爱行出来讲吼，这条路啊为地方来打拼来服务安尼。嗯。那他都一开始有讲你是一算一位农友，那就是可以请里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本身有在种什么。讲到这农友吼，当初我伫中村转来的时阵吼，嗯，我是吼有十分的一个热忱，讲吼从事这农。我当初从事迄个第一个农业吼，我是进报税人，吼外销韩国的报税人吼。当初迄当阵吼，种差不多有一分外地啦吼，啊专门吼外销迄个韩国，啊因为吼后来迄个时代转变，大陆的崛起，伊的所有的单位吼，等于讲吼拢都大陆迄边吼，迄个外销去韩国，所以讲吼国人才开始一直没落了，啊没落了了吼，迄当阵随农农会开始去推这个山药。哦，啊，我嘛甲因吼参加这个山药吼，啊，来研究这个山药。当初吼种山药的时阵，伊嘛是一个研究班尔，伊的栽培管吼，伊嘛是用底下来破管吼，啊来种，啊尾啊才慢慢啊吼种导管，啊导管甲演变甲即嘛吼，伊的整个吼，当初班员吼，规个班产销班上侪要甲150个，足大班的，吼啊即嘛因为人。时代吼，为聚会也无了钱吼，这个班才开始，迄个宿舍有剩50-60个啊呢。啊，种栽种山药的过程中吼，我嘛会用足大的心吼去研究讲吼，山顶采落来的山药吼，伊品种、伊生长的情形，才开始选出来讲吼，上好的品种、上关键的一个山药的品质。嗯，所以你本身种兰花的那个地，后来都改种山药。嘿，嗯，所以是大概有一分地。无尾啊，有扩充，嘿，扩充到差不多三分地左右，嘿。哦，所以产量大概会有多少？一般咱山药吼，一分地是拢差不多种超1000-1500丛左右，看地形安尼吼来种吼，1000-1500丛。所以讲吼，咱拢保持啊，上济吼，我要种到2000-3000丛安尼吼。所以种，因为除了山药，咱阁有我阁有种绿竹笋啊，所以讲时间的分配吼，都是爱安尼分配嘿。绿竹笋挖煞了，就开始无用山药的代志啊。嗯，那你头头有讲这产销班上济时阵有百外个嘛？是。那今嘛嘞？今嘛讲有遐？今嘛人差不多50-60个左右，嘿啊。啊，产销班拢是主要是伫从就是种山药啊，拢种山药，伊个整个产销班，因为我本身是。迄、那个山药产销班的班长啦吼，所以讲对这个产销班的状况吼，我是真了解嘿啊。嗯，那你要当这个里长，然后又要要花时间去种山药啊、绿竹笋，那这时间是安怎去分配？当初我是想讲吼，那做里长的时阵，当然第一届时阵吼，我等于甲农业吼差不多要放掉啊。但是第二届的时阵吼。我重新搁把时间分配吼，就是讲我想讲吼，迄个里长吼占1/3的时间啦吼，啊，慈安宫吼我占1/3的时间，
啊，农业我占三分之，但是吼、哦，事与愿违，有当时啊吼，你的工课吼，沓地地足济，你知道？无法度讲吼，啊，伫农业吼，完全吼，发挥讲吼，我的专长也是讲我的兴趣啦。所以讲吼，迄、那个农的部分吼，我就一定于讲吼，家己吼愈熟愈少，但是有当时啊，我会叫阮厝边吼。来甲斗精力、斗情安尼吼，啊来做这个山药的工作。嗯，所以恁兜较早嘛是务农的嘛？对，嗯、我做囡仔时阵吼，迄、那个迄两阵吼，都拢阮爸都一方面做炭工，啊一方面吼做田、做山安尼吼。哎、欸。嗯，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当里长真的很忙吼，大概一整天的行程会是怎么样？嗯，我听阮村长进前讲吼，因为较早吼有代表吼、嗯，啊有乡长，伊个经费足济，啊，不过即卖里长吼实在，上届所有里长吼拢足拍拼，但是因为迄个经费个少吼，嘛地主讲吼一个里长吼，伊吼真济想要做个工课吼，无法落去做，啊，沓地个工课足济嘿，啊，因为即个。即届啊，得顶一届呢，就所有你顶我看，大家吼，拢是吼足拍拼吼，来为了咱乡家一个里面吼，还是讲吼富民吼，大家来拍拼安尼吼，我会使吼乡家会当有所发展吼，啊，找出讲乡家一个先以后所要行的一个条路。嗯，那是不是说，因为里长刚刚有提到这个经费争取比较困难，那也对于说地方一些基层建设方面发展会有一些？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有进展这样子。是，即卖因为乡客吼，因为人口吼9000外个，啊9000外个，伊分配出来的经费吼，较少影，较伤少，你知道？嗯。啊乡客吼，因为较早是以矿业甲农业为主，但是即卖吼，因为矿业少了啊，乡客却找袂出来讲吼，乡客一个重心出来，吼，所以讲。阮三江里，我嘛曾经吼，嘛配合讲吼，即个低双铁低碳啦，还是讲吼，即个小农旅行啦，还是讲吼山药节一挂活动吼。一方面吼，因为阮的里面吼，啊嘛真甲斗三江吼，啊我有一个团队讲吼，替我讲吼斗做，所以讲吼，伫低碳旅行的时阵吼，阮就承接吼所有游客来一个因来一个游程啦、啊、活动吼。啊！伫阮遐吼办餐啊，办活动安尼吼，是受到外口吼真大一个感恶落吼，啊，互阮吼有迄动力讲继续搁拍拼落去，嘿啊！啊，因为拢伫慈安宫遐办，一方面吼嘛对庙来讲吼嘛较闹热啦，嘿啊！那是不是讲就是进前咱三江里可能即马剩百外人伫住嘛，然后就比较属于比较激进一点。那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个观光产业，还有这个农业的部分，然后也带动一些人潮有进来三江里。是，因为即马吼，阮遐吼嘛渐渐有一寡外地吼来啊买土地吼，啊来啊住，渐渐吼，阮三只港吼开始看会出来，讲迄个活力啦。阮拢常常讲吼，阮三芝港的乡客，三芝港这边的吼，土吼足黏的。吼，只要你若打来阮三芝港吼，你就感受讲吼，三芝港的一个亲和亲切啦吼、嗯。啊，居民的一个对外地人的一个亲切，甲欢迎因入来咱三芝港。其实三江里较早期吼，伊叫三芝港。三芝港。嘿，伊三芝港，伊就是伊有三条溪，就是迄个竹林溪啦吼，啊圣佑溪甲双澳溪汇流伫即个慈安宫的头前吼。啊，较早吼，啊，咱是大庄个合作讲吼，三芝港三条溪汇流算三芝港。嗯，所以这是三江里的这个古名的对，较早的人拢安尼叫。我阿咪若讲的时阵吼，我就讲三芝港，大家较亲切。嗯，那想要问一下里长，就是讲你感觉做这里长，敢有啥物？你感觉讲我做里长，我有啥物款的责任伫的无？其实里长吼，甲恁换一个家共款，吼、嗯哦，这个家吼，里长吼，等于是一个家长。啊，家长吼，总是吼，对，你就是爱守护你的里面，
吼，一方面爱守护里面，吼里面吼，伊过着讲吼，伊是一个幸福吼、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一方面吼，你搁爱开源，吼，你要争取经费吼，你要建设咱三芝港，吼，啊要无咱三芝港对外的视野上拍开吼，这是吼会使影响到下一代的一个。咱的今日时势，也是讲吼，咱下一代吼的里面吼，对外口对咱三芝港的一个看法。所以讲吼，伫守护的部分吼，我一直吼，一直讲吼，因为三港里老化是很严重，平均吼，年龄拢七十外岁、八十外岁拢有吼，九十外呢。所以讲吼，老化足非常严重。我相信讲，即各所在拢差不多拢同款，但是因为三港里的人口吼比较少，所以说吼，伊迄个感觉上吼，伊的拢看起来拢全老岁啊吼，较济啊，嘿啊，所以讲吼，我拢也定来讲，甲阮的妈祖婆讲吼，啊，你着爱守护吼，咱家己的三芝港的一个信徒吼，啊，互伊安尼平平安安吼，啊嘛，伊去年吼，我嘛创下讲吼，咱迄个无啥物。失落的人的一个记录伫里啦吼，啊，感谢这个妈祖保庇佑。等于讲你即马嘛算讲恁遐你的内底算较少年一辈啊，所以你个嘛甲即个四大人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伫个照顾。是嘿嘿。伫阮家来，阮三江里来讲吼，我算起来，若要讲我是52年次来讲，我若要讲这个年纪安尼吼，也未超过。未超过20个啦吼，哎呀，所以讲，大家对我吼是种疼痛甲寄望啦，哎，甲所有的迄个希望吼，拢毋忘伫我的身上，啥物代志拢会甲指导甲牵加呢，嘿。那你咱即马要来讲这個，咱你来一个环境，你感觉讲你做里长即几年来，你来环境你有倒位去小改变一下？你来环境吼，阮足。注重的啦吼，咱第一就是讲吼，即次吼之后吼，咱嘛有关的，就是讲，因为咱有办关怀老人吼，老人的共餐吼，迄当阵吼，我想讲吼，啊无咱做一个迄个共餐吼，啊响应这个朱市长的德政啦，我感觉朱市长这个政策是对的吼，尤其是增卡来讲啊，因为吼。老伙仔拢家己吼，维持独居的维持吼，家己一个食来讲啊吼，啊食无伴，所以讲吼，阮利用吼慈安宫吼7月15日吼，啊来办这个叩关兼共餐吼，啊利用吼这个慈安宫的一个膳食组吼来召集吼做这个共餐的一个厨房工作吼，啊因为阮已经连续办3年过啊吼。即几啊年啊咧办起来吼，响应的一个迄个咱的里面吼，愈来愈踊跃吼。本来吼，阮是听讲吼，啊，即个时段吼，无要来，啊，所以讲，阮当初阮就想讲，啊，无咱家委员开始做起，吼啊，但是即马来吼，拢爱办到吼，迄个拢是上少，拢20-30个来参加这个共餐。啊，因为阮共餐阮较无共，为别哩可能吼，有一挂善心人士吼来家支援迄个经费的部分，但是阮无共，阮是吼，啊，就一个人吼，一年啦交一个2000块吼，吼啊2000块，因咱家己厝的吼有种的菜啦吼，也是讲吼，迄个一挂种的物件吼，会使来斗三天，哎呀，大家吼最主要是见一下面啊，大家开讲啊安尼吼，啊大家搁食到吼真欢喜安尼。啊，第二部分就是讲吼。我嘛是尾下嘛有去年开始吼，我嘛是做今年开始吼，开始做这个资源回收啦。因为吼，庄卡吼，咱无可能讲吼，即个回收的物件吼，无可能讲吼，啊，伊就拢摕来卖钱也是讲，所以讲吼，资源吼，啊，佫算真丰富。你家遐的物件吼，收收起来啊来交食，阮是准备讲吼，后摆吼，我嘛看会使炒这个共餐吼，啊会当免费安尼吼，啊吼，即个里面吼，啊大家会当开讲安尼，所以讲资源回收的部分吼，目前安尼做阁真顺利，志工的部分吼也真踊跃安尼吼来参与这个资源回收的部分。所以即马志工有几个？
目前志工吼有超过十五个左右啦，十五个，嗯，啊，虽然讲吼，即大家真辛苦吼，啊，但是吼，大家嘛做甲真欢喜安尼。嗯，啊，十五个拢是较少年的嘛，家己。阮即马吼有分啦，少年的吼超过占一半，过来就是吼迄个即个社区妈妈即个吼，小阿龙即个社区妈妈即个吼，会使讲吼，那因为阮拢中昼时啊吼拜一吼。中道时啊开始回收，嗯，啊，所以讲吼，迄个中道时啊，因会来甲阿龙倒走安尼。嗯，那他刚刚里长在这个有提到说，我们供餐的地点在这个慈安宫部分，那我们就先看一段有关这个慈安宫的介绍。新北创溪区三港里的信仰中心慈安宫主祀天上圣母，也就是妈祖娘娘。慈安宫至今已经有177年的历史，许多先人都见证过妈祖的事迹，也广为后人津津乐道。一开始其实神像是侍奉在牡丹石笋，后来才迁移到三港里。激动来到这的时阵吼，想要一只妈祖公吼，一只想要遐迄个一只主家就对了吼。啊，所以讲吼。地主吼，嘛讲啊，你安尼青光白光吼，就来吼，哪有可能讲吼？我家地吼献吼妈祖来建庙，啊，所以讲吼，地主吼，祖先的地主吼，伊吼就讲吼，无你若我到跋100个杯的时阵吼，我就无条件吼，啊来奉献吼妈祖来建庙。但是吼，迄、那个咱呾吼，迄、那个开始吼，就跋杯，跋到吼连山吼，连山跋到吼。80几杯的时阵啊，地主就讲啊，安尼会使哩啊，这个妈祖吼真灵感哦，啊，所以讲吼，就甲这个地吼来奉献哦，这个慈安宫来做起庙吼。以我这个经验吼，假使哪呢该下有杯，也拢总家己会保庇甲正好吼。这以我有干呢几啊个朋友吼。这囡仔无解怪，我讲你妈祖家己下到有杯，哦，三手完了过来，来过个搭参明镜耍来搭下。因为先人见证到妈祖的神迹，所以不断吸引信徒来这里参详祭拜。来到慈安宫，大家都会求健康或婚姻，只要值3个醒杯，就能带走庙方所准备的手帕。手巾啊吼，啊真侪人吼，即信众台顶吼来求这手巾啊，就是妈祖吼，伊做下一个手巾啊吼，啊手巾啊求供吼，会使吼保庇吼，咱吼大家吼，迄个事业、婚姻吼，啊合家吼平安吼，啊这个手巾啊是非常好用，不管是讲你实用，还是讲吼你要带辛苦的吼，我相信讲吼，咱天上圣庙一定会保庇吼，大家吼平安顺事安。目前庙方还保有建庙一开始所使用的杯，是用竹子所做成的。近日刚好适逢妈祖生，所以也开放让信徒来使用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杯。吼、哦，这个杯吼就是早期吼，啊，咱迄、那个吼，咱慈安宫吼上早的一个吼杯吼，啊，因为这个杯吼已经吼保存吼，然后177年啊吼历史啊吼，非常灵感吼，啊一般吼，阮是吼，迄、那个拢有保存起来，啊，囡仔吼，拄拄吼，迄、那个妈。天上圣庙圣诞哦，所以讲吼，来开放哦，这个咱的信徒信众吼，来拜拜吼，有这个170几年的拜吼。这间拥有177年历史的慈安宫妈祖庙，平时香火鼎盛，今日是妈祖生，信徒更是提前举行盛大绕境活动，也让慈安宫妈祖的灵验事迹继续流传下去。谢纯威，双溪采访报道。那我们刚刚看影片中这个慈安宫177年，已经将近快200年，那 是跟请里长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慈安宫的部分。慈安宫哦，建于那个光绪十七年，光绪16年，因为当初吼、哦，正是都九顺那边吼、哦，啊起家来遮来慈安，来三港吼、哦，啊来落去这个这，起码目前的这个庙址。啊，因为吼、哦，伫我转来的时阵吼、哦，啊，就时大就那看吼，啊，尾啊吼，我拄回家开始做吼，啊，尾啊吼，伊就顶任的迄个主任主管讲，啊无阿龙你起来接主管宫的主位，吼、啊，我才开始来接这个主位。主位接了吼，因为四皇迄阵阵过吼，真侪即个双铁低碳游客来，啊慢慢吼，阮国发展迄个。
地方特色就是竹炮，哦啊，真侪游客吼、哦、来遮拢会想讲吼，啊，有参观一个咱百年古庙吼、哦，啊，一方面吼、哦、妈祖嘛真灵感吼、哦，这个曾经嘛是讲吼、哦，若有啥物迄个所求的吼、哦，妈祖吼、哦，啊，拢会竖碑吼，啊，甲咱指示吼，啊，甲咱迄个甲咱保庇。所以讲吼，我一直吼啊，迄个信奉这个妈祖，我讲我拢定讲吼，我愿意做吼妈祖祖下永远一个信徒啊吼。啊，所以讲对这个慈安宫吼，我嘛是尽吼专心的一个付出吼，啊，吼这间庙吼，啊，看会当讲吼，啊嘛是地方的一个守护神啦，啊嘛一方面吼，啊会当庇佑咱地方吼，啊平安安尼吼，啊来守护这个三七港安尼。嗯。那、啊、是不是讲你遮注意了，就是讲这庙较定定行去外口安尼，较予人知影、嗯。是，三十港这间庙吼，除了讲吼，咱每年吼，迄个三月二三吼是妈祖生日之外，咱还佫有吼一个九月二四吼是一个大庆典，就是讲吼，迄、那个大绕境吼，所有的迄个新尊吼，咱伫九月二四遐吼，咱会接吼。关渡宫的一个迄个妈祖吼，啊来阮家吼，啊参阮的迄个三港的迄个三港妈吼，啊来即绕即个三港里吼，因阮是拢拄较早是拢拄迄个双溪车头开始入来吼，啊沿即个竹林路，啊再过沿迄个青云，啊再过远景，啊坐倒来再过坐到双澳路转来吼，中道进前吼，啊咱也入庙安尼吼。这个吼有连续两天吼的活动吼，是这个地方的吼一个祭祀的一个盛事啊。所有的吼出外的一个迄个主题吼，伊拢会转来吼来甲妈祖吼啊斗三工安尼，甲朱元璋斗三工吼，佛庙的吼办起来。尤其是讲吼咱这的游客吼转来吼，大家拢是吼诚心诚意安尼吼来祈求妈祖安尼吼，我迄个盛况是足好的嘿啊。嗯。啊，因为。除了讲吼，咱平常时啊吼，这个祭奠一族啊，咱的进香吼，咱即马嘛是吼，迄个甲其他幽庙啦，包括吼家人啦吼啊宜兰吼，也是讲迄个头城这边吼，拢足侪幽庙吼，甲咱的慈安宫啊做交流啊，所以讲吼，头拄仔我就讲吼，伊差不多爱我占我吼三分之一的时间，大家但是吼，大家做啊足欢喜的，哎呀，阮的妈祖拢笑甲你话。所以讲就是讲，即马咱伫个慈安宫有足侪活动嘛，啊，你头拄仔嘛讲，即供餐嘛是伫个慈安宫这边办。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在慈安宫办供餐活动的画面。双溪三港里的慈安宫在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都会进行犒军，信徒都会准备饭菜汤置于庙前的供桌，而犒军完毕，信徒就会食用这些饭菜。而以此为发想，三港里长就以农历初一十五作为供餐活动。在三十一号当天，双溪区长也来到慈安宫和长者一起吃饭话家常。我就爱哈，甲大家哈斗阵食饭啦哈。啊，今日哈，你就都请我来啦哈。啊，足欢喜，足欢喜的哈。而且以后都叫做初一甲十哈。啊嘛，知影讲平常时吼，初一甲十五吼，扣军的时阵啊，差不多三度四度啦吼。啊，今日吼，你听哦，特别吼，办甲讲八度，我今仔看不止哦，不止八度，敢那九度吼。看看满桌子的饭菜，有鱼有肉，长者需要补充的营养，里长都兼顾到了。今天来的里长就有近百位，里长说他都鼓励长辈一定要多走出家门，定期来参加供餐活动。除了可以和左右邻居话家常，里长也可以关心里民的身心状况，并给予适时的协助。在开杠啊，我也在求，中欢喜啊，哈哈哈，中欢喜啊，哎呀。有啊，系啊。一方面吼，咱买菜吼，了解讲吼，咱即时代吼，因为迄个身体状况啦吼，啊，也生活起居啊，大家吼，像讲较早吼，做囡仔时阵吼，一种拍刀是一种吼，迄个农忙的农闲的时阵啊，会当啊做伙吼来共一下餐，啊开讲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迄个政策啦吼。啊，阮一家吼，就是讲吼，三江里吼，因为即迄个会使讲吼。年岁拢足大，拢七十外岁、八十外岁，利用这个机会吼，啊，让大家吼
啊来遮庙的信仰中心妈祖庙遮吼，来做一个甲你讲共餐。用餐结束后，里长还不忘叮咛长者，下个月同一时间还要再来，要让老人共餐活动能永续经营，真正落实并长期去执行，让老人家感受到爱与温暖。谢纯威，双溪采访报道。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三港这个共餐真的是人潮人很蛮多的，几乎里内的老人家都来吃了，对不对？对，对，目前哦，你共餐哦，拢超过三桌、四桌安尼吼，伫增加吼。因为有的老伙仔吼，阮是拢吼靠滚煞拢，所以讲拢食暗时啊。有的老伙仔咱是爱吼，啊叫伊载啊，也是讲吼叫伊落来安尼吼，才才会落来。所以讲，咱要办这个共餐吼，嘛是爱真用心吼，所以说啊一方面吼，啊咱迄个共餐，阮有分做三桌，吼啊三桌因为迄个。各人煮的菜吼特色无同，爱变成一种期待，你知道？哎，这组今仔要煮啥啊？啊，下一组明仔载要煮啥？下一摆要煮啥？有一个期待吼，变讲吼，因的一种习惯讲吼，我这边吼就送吼，啊，我哎都爱落来，所以讲会凝聚迄个共识啊，讲啊，大家吼较会团结啦。嗯，啊，拢家己煮啊，就是讲你头拄仔讲。一年交2000块，啊，就安尼食。是是是，啊，就是讲，因会家己摕菜嘛，有的人有种菜啊，是讲安怎，拢会家己摕。是嘿，那么一直鼓励讲吼，咱在地吼，即个时段吼，那迄个会使的吼，啊，无方便无要紧，啊，家拢交代的吼，啊，阮就起来家己载吼，啊来参加这个共餐，大家吼，啊，见一下面，啊，开讲啊，一个吼，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活动吼。啊，希望吼，啊，借这个机会吼，啊吼，甲这个时段吼，搁迄个宣导，就是讲，哎，那7月15吼，啊，咱就吼，会使来庙里遮吼，来，大家食一下饭，共餐一下，吼，啊，甲这老朋友开讲一下，是一个真好一个迄个活动。嗯，所以，遐长辈拢免交钱，爱交钱。嗯，嘛是爱，因为阮无资源吼，入来，所以讲吼，嘛目前吼嘛是吼。漸漸但是咱即马吼，因有做资源回收啦吼，那大家讲吼，资源回收的一个回馈金也侪吼，咱以后可能就是吼，会渐渐讲吼，免后再时大搁交2000块来参加这个共餐嘿。所以即马共餐的经费算是还可以，自筹哎，自筹就对，那还可以应付就对。对。那我们来问一下里长，就是说我们三港，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这个。文化的部分就是我们这慈安宫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想要跟您聊一下有关这个农业，就是我们再进一步聊一下我们三港里有哪一些农业，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三港里吼，伊最主要伊是吼，是伊吼迄个竹子吼，上济的产业是竹子啦吼。你像伫这个4月的时阵吼，咱是贵竹笋嘛吼，啊6月的时阵吼，咱就变绿竹笋。绿竹笋的产季只要两个月的时候，你就准备吼，爱搁种这个山药，吼啊山药的产季吼，咱只要两个月至三个月左右，吼，一个产业吼，咱就是这个不断安尼循环吼，啊开始做，其实做这农业是真辛苦的吼。目前吼，迄个贵竹笋甲山药是三港里上大的一个特色啦吼，竹笋多啊，啊山药吼嘛是咱的地方吼的特色，新北三宝嘛吼，所以讲种的人真多啊。我嘛一直鼓励讲吼，即个时段因为草菜吼价钱较歹啦，啊山药价钱较好，啊伊吼个别安尼吼，逐个月去翻种安尼，所以讲一直鼓励讲吼，大家都去种山药吼，啊正经讲吼无方便卖吼，啊嘛会使吼。啊，来参加这产销班，由这农会吼来替咱吼推广，所以讲吼，目前三港里吼种山药吼，差不多有2-3家地有啦吼。啊，所以讲吼，虽然讲侪岁，但是还佫有迄个气力，让我种这个山药。嗯。哎，啊，因为吼三港里吼，伊进前我一直想讲吼，要推这个有机的啦，吼。是希望把这个三港里推展成是一个宜居又是一个养生的地方，所以讲吼，我嘛开始吼，
迄、那个参加有机认证的农友吼，嘛三四户啊吼，有已经认证过啊，有是已经吼，迄、那个做转型期啊吼，啊希望讲吼，这个推动落了啊，会当吼转变规个吼，就咱较早找出咱较早迄个时代吼，人因迄款健康的一个诶迄个环境，所以讲。伫年初的时阵，我甲我的团队叫来，我嘛一直讲吼，哎，无咱来吼，先来开一间吼，迄个去一间利的第一间店，因为所有的迄个利吼，我看来看去拢有商店，唯独吼，阮三姐讲目前无商店，一间拢无，我帮人咧卖物件，干妈店嘛无，无，较早干妈店四五间，即马吼无半间，系啊，所以讲吼，阮就迄、那个。有迄个计划，就是讲吼，第一间店，这间店吼，伊是一个迄个蔬果的转换中心啦。哦，你摕来无一定是有机菜，也是讲惯性农法的菜。摕来时阵吼，你会使你种菜根换布啊，也是讲你种冬瓜换旱季啥，拢会使就对啦。以物易物的概念。以物易物，但是吼，为什么你摕来惯性农法较属有机的时阵啊，因就会去交流，去碰撞。哦，啊，这个店变成讲以后，阮三江里上重要的一个中迄、那个技术交换中心，嘿，希望讲吼安尼做啦吼，啊，一直推动讲吼，咱三芝港一挂水梯田吼，会当讲吼，会使阁复耕，也是讲吼保持迄水吼，保有迄个水生态一挂样貌出来，哦，这个是吼将来吼，阮三芝港一直想要突破，想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吼，即马食安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吼啊，这个是三芝港吼想要做的一个工作。你就头先讲，阮三港里够有水梯田，伊是伫个倒位，差不多有几分地安尼。目前水梯田的部分吼，正经还佫有放水的淹的吼，差不多还佫有即七分迄边嘛，差不多五分，差不多还佫有一两家地吼，伊是还佫保持吼是。水产的状况伫嘿。哦。啊，拢是伫种水稻嘛，还是？拢目前是拢办休耕的一个状态。都是休耕的。休耕嘿。所以讲吼，因为昨昏也嘛有甲伊去甲伊开讲吼，就是讲因为着是讲吼，因年纪已经拢侪啊，七八十岁啊，已经无法做啊吼，无这个水梯田吼，伊若讲吼，人伊讲伊若六十岁吼。愿意讲吼来配合这个水梯田的计划，但是吼、喔、就是咱三芝港就是人力非常不足吼，全老岁仔较济啦吼。啊，你要讲吼要叫一个布田也是挂地话吼，起起落落总是吼较困难。那刚刚里长也有提到这个我们说水梯田之外，还有刚刚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商店。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差不多。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哦，吼，啊，就是讲，有当时啊，外地的迄个游子回来吼，啊，是讲外地人来啊，伊想要买一个物件吼，都无，啊，是讲吼，伊想要食一个物件都无啦，吼，啊，所以讲吼，迄个，阮迄阵就一直是讲吼，啊无来创一间啊吼，干那迄个商店，吼，无一定讲吼，爱做啊真好事，就是讲类似干那驿站安尼吼，啊。只要人若迄个查某囝囝婿吼，若转来的时阵吼，啊无方便的时阵，会使来啊泡一下面，食一下面的吼，总是这个吼，互因会感觉讲吼，啊地方啊，佫有一个温暖伫里，嘿啊。所以讲，迄阵吼，阮有一个三港联谊会吼，就这个，伫这个所在，就伫计划啦吼。啊，去年吼开始参加社造了吼，阮就吼，因为土地吼嘛是爱客户啊，土爱找一个土地起来。所以讲吼，阮尾啊吼，啊有找一个慈安宫的土地吼，啊开始吼建构讲吼一个将来一个商店甲一个知识的交换中心伫里。所以这今年这三港里有参加这社区营造的部分。三港里无参加社区营造，但是就是讲吼，迄、那个我有去参加一挂社造的活动吼、啊开始把迄个知识吸收进来安尼。拢是去倒位。看这社区营造的部分，
社区营造大部分拢咱新北市政府所办的吼，啊，你就到处观摩，然后学一点，然后看可不可以放在里内试用这样子。嗯，那所以里长刚刚提的这几个部分，也是三港里以后未来的这个目标吗？阮以后吼要行的目标吼，就是讲吼是一个宜居吼，啊，这边家是一个足舒服的一个所在，是一个有机村，哎呀吼，啊，即卖。迄、那个渐渐吼，就有一寡退休的一寡中生代吼，慢慢伊会转来吼，啊转来吼，啊希望讲吼，也融入这个咱的咱的故乡吼，啊慢慢来发展起来呢。嗯，那可以请里长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三港里有没有什么景点啊？因为可能就是文化，就是庙宇跟这个农田的部分，那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景点跟我们介绍一下？三港里吼，咱吼有第一就是这个双溪八景之一的一个迄个岭头观景啦吼，伊是拄102甲线吼过往迄个东边澳底方向吼过，伊拄伫交界处吼有一个岭头观景，伊是当初吼咱的前乡长吼简华祥所辟建的一条迄个岭头观景的古道吼。啊，也使透过贡寮去，贡寮迄个，嘛也使透过这个双河入场落来，所以讲伊顶悬去远眺这个澳底渔港吼，日出是足水的，嘿啊。啊，另外一条吼是迄、那个，阮讲的，就是远景古道。远景古道吼，迄、那个伊是一个采金古道吼，伊拄迄个青云路上去吼，通往迄、那个。远景路就是阮讲的小径了，啊，然后吼直接就通到吼那个迄、那个瑞芳树莓，吼、哦、九份，吼、哦、这边伊是一个真好运动的一个路线吼，一个健行路线吼，啊，全长差不多10公里吼，哦、嗯，你若到树莓行到三港里吼，差不多10公里啊，沿途的景色吼，你可以看到基隆港吼，啊，龙洞渔港。啊，澳底渔港吼，和美这滨海公路都看得到，视野很辽阔，很辽阔，而且它事实啊，像现在吼，也接近迄个芒花盛开的时阵啊吼，啊芒花盛开的时阵吼，你若差不多3点外起哩啊，也零线啊，伊是有高山地形，但是大众路线啊，你行真好行，啊迄、那个事实吼，伊迄、那个。花卉很多，高山杜鹃啦、啊，啊，岩壁杜鹃啦、啊，八角莲，伊开起来迄个花吼是多样性的，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条吼，迄、那个健行路线。嗯，所以这两条就是平常登山客应该也蛮多的嘛。蛮多的，嘿啊。嗯，那我那个想要问一下里长，就是说在三港里的部分，那里长现在才就是第二届的第一年。那未来可能还有这个3年多的时间，那有想说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吗？在这个里长的部分，里长部分哦，凡事哦拢是一个学习啊。我也是哈、哦，第二届一个里长啊、哦、凡事都在学习，在学习之中哈、哦，如果说哈、哦、创造三港里哈、哦、它最有价值的一面，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所以讲哈、哦，在这个。未来里长的任内啊，上重要的是创造讲吼，这许多吼能够有他的休闲空间，能够把三港里吼它的特色跟产业发挥到极限。这是讲吼我这个一直吼想要把这三港里吼推出去的一个愿望嘛，嘛是一个事业吼。因为三港里吼也面积吼有9.2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很少吼，这是诶，伫推展过程中吼，为一个讲吼，迄个有阵较无力的一个所在吼。但是吼，阮三日间阮一直讲吼，阮的土亲吼啊亲和力够，阮若转来遮吼，若来游客来遮吼，拢会叫阮的一个亲切感吼来所感动啊。所以讲吼。真侪朋友来三港里吼，足爱来遮的吼。啊，任内吼，咱嘛是一直想讲吼，啊，都一寡吼，迄个公共建设啦吼，也是讲吼一寡
迄个老人关怀，这是吼一定吼做一个立场吼，尤其是现代这個老化的情形这么严重吼，一定想要迄个一定爱做的一个工课啦吼。啊，和三港里有一个吼，是一个宜居吼，会当好大的一个所在。嗯，那也是不是说，就是其实这部分也需要一些人力一起来推动，那就是靠的就是你们这些比较中生代的人一起来推动。那目前有没有这些希望说有一些比如说像您这种年纪的回流到你们故乡，然后做一些这些推动的部分。有即马吼，渐渐吼，我有退休转来吼，像阮有李来吼，有外地搬来专门种树啊，吼啊有退休吼，转来种火龙果的吼，为人吼转来吼，啊就想讲吼，种一挂迄个观赏植物的吼，啊为人吼想要种做迄个景观的吼，种一挂樱花吼。就整个三港里将来的连接吼，是迄个点已经开始在连接了吼。因为就是讲吼，将来三港所行伊，就是讲伊，你要来遮做一日的，还是二日的一个休闲吼，已经吼渐渐有具备迄个开始的一个契机伫哩啊嘿。嗯，所以你感觉讲咱三港港口需要啥物款的？不管是这个硬体、软体部分，硬体部分吼，就是讲吼，希望讲吼，咱市政府吼，当吼啊多关注一下吼，咱这个偏乡跟偏里啊吼，很多建设吼，道路啦吼，还是讲吼，河边的景观啦，因为双溪是一个靠水为生的一个区啦，所以讲吼，这个沿公路旁边所有的那个。溪啊，应该是要有所整治，让外地游客吼入来是一个清水的地方吼，唔是讲吼，因为即马吼，你讲游客入来来讲吼，咱也无特色景点吼，游客一定袂使。但是咱有好水啊，咱水拢足清的，内底鱼虾很多啊，对，所以讲吼，一直毋茫讲吼啊。上级长官吼，能够吼，哎，一旦关注吼，咱这个偏乡偏里吼。啊，把河边的景观吼，还是来建构，或许可以吼。人即马因为迄个环岛自行车的道路吼嘛，渐渐连接起来。但是吼，区里的自行车道路吼，道路目前吼也无法度连接的吼。嗯。因拢爱甲伫公路上吼，咱的公路阁毋是真宽，常与汽车在争道，所以讲吼，咱是爱靠这个溪边吼的一个环西的一个自行车道，应该是要这样做吼。后摆吼，咱上溪叫一个讲吼，是让一个自行车想要进来的一个地方。嗯，所以就是有关溪的这个景观的部分，目前是比较欠缺的。对，我自己觉得。嗯，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叶里长，在今年获得这个。要恭喜他在今年获得这个特优里长，那今天还特别来到我们节目来分享他身为里长、身为农友那他的经验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此为止，我们下次见。